笨蛋王的柚子茶好好喝哦。哦，对啊，酸中带甜，甜中带酸，说不出好滋味呢。而且他们服务员人员说，买这柚子茶还可以做公益哦。做公益？怎么说啊？笨蛋王为了关怀鹿港的弱势集团圣母圣心启智中心的身心障碍朋友们，然后特别帮他们义卖柚子茶。卖出去的所得，都是会回馈圣母圣心哦。哇，那真是太有意义了耶！可以喝到这杯美味的柚子茶，不只可以发挥爱心，还可以关怀弱势团体，让这杯柚子茶更美味了呢。嗯。